在这个实验里，我们将会检验氧，分别将两支盛满氧的试管标示为 A 和 B。 戴上安全眼镜，燃点木条，拔去试管 A 的胶塞，然后迅速地将燃烧中的木条放入去试管里面，木条燃烧得更加猛烈，燃点另一条木条，然后将火焰吹熄，令到木条大有余烬，拔去试管 B 的胶塞，然后迅速地将带有余烬的木条放入去试管里面，带有余烬的木条会重燃。